看，到时间了，你找时候送我的源代码的信息，上面呢外带着对我的祝福。好，张鹤伦 D， 希望你以后是巨星，比刘德华还红。哦，比刘德华差一点点，没有关系，一点点啦。岳云鹏没有说完，哇，没有说完哎，你走啊？不走了，走啊？哎，突然不想走了，啊，咱们继续聊点儿。这都，既然你想捧我的话，我觉得单凭几句话，我肯定红不到刘德华那样。我觉得得需要点更多的信息。哎，你现在是队长吗？是啊，哇，咱俩这么多年，你不知道我是队长，我好生气呀！我当队长已经六年了。不是，不是啊，哦，这个队的队长，节目里。哦，对不起，我以为是德云社六队队长。这个队，我当然知道你是六队队长啊。啊，这我也是队长。啊，对，你为什么来这个工厂打仗？我们是为了救你。救我？对，把你救出去。然后得到一个信息，得到一个号码，又得到一个号码，然后得到武器，把对面消灭。但是做所有的这些事儿，都是为了把你救出去。那救呗。那咱俩刚才聊那么多，应该都捡不进去吧？我希望留一点，不要都剪掉。你要都剪掉的话，我今天就没有戏了。我跟他在这聊了两个小时，那边都打成那样，我都没有去帮忙。你还是个队长。我还是个队长。他们肯定会恨我的。我觉得这是咱们的一个彼此的一个证据，就不叫证据，叫一个，这个词儿怎么形容，我们之间友好的一种桥梁。对，一种约定。